还有时间。那么用笔啊，用什么样工具，用什么笔呢？我个人习惯用羊毫，这是羊毫，因为它柔软，也耐用，金石。也有大的，那像这都是羊毫，大的啊可以写大的，写小的。有的人呢喜欢使狼毫，使狼毫，觉得狼毫挺脱一点，弹力多一点，有人喜欢使狼毫。但是狼毫啊也贵，像这样一个狼毫啊要很多钱，比起这个来贵，这个贵好几倍。那么这样子呢就是用起来太费，狼毫还容易秃，写着写这个尖儿就秃了。那么练字呢啊，有人愿意用狼毫，能买得到狼毫也不要紧，问题呢就是说也有一个用法。我个人啊，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用什么毫的笔，最好是全发开，满发到发到底，狼毫也满发到底。有人呢把笔啊发一半，发一个尖，就使那一点尖写，写没有几天啊，这个笔就秃了。所以这个发半截发一点尖的这个办法不好。那么整个发开了，用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尖儿提起来啊，用这个尖儿写很小的字仍然可以。所以我觉得呢，不管你用什么样子的笔毫啊，用狼毫、紫毫、羊毫什么都可以，就最好是全发开。那么第三个问题，这个小的问题呢，就是用什么纸，用什么笔，我怎么练法，有这个问题了。有的人呢说是练字必须临帖，这是一般的说法。一种呢，另有一种说法认为练字不需要临帖，你怎么想，你爱怎么写怎么写，自然呢写熟了就能成一个自己一个面目了。我认为啊，这两种说法呢都有优点，都有缺点。主张练帖我是赞成的，为什么？就好比你学音乐啊，学音乐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乐器，总要练一个从前高明的这个乐谱啊，拿这个乐谱来练习自己的这个作乐的习惯，慢慢的练熟了，自然弹起来就有自己的这个新的创造了。那么你要不练乐谱，拿过来就弹呢，那总没有一定的一个轨道，那自己就上来就弹，总是弹不好的。字呢，写字临帖好比学音乐练谱子，我觉得这一点呢是这个临帖啊这一方面的好处。不临帖呢也另有一个好处，临帖的人呢容易受帖的拘束，帖上有这个字啊，那我写起来很熟悉，那我日常用的事情，日常遇到的事情用的字呢不限定帖里有，那时候怎么办呢？那你就这个没有办法，还要现查帖里没有的字怎么办呢？那么自己呢也还要把帖里的方法把它这个能够融化消化了，想象它这个法则来用这样的字啊，用帖上这个字的写法来写别的字，自己呢也要有随时自己啊，自己设想另一个字怎么写啊。所以说呢，临帖是应该的，
在背把帖放在一边，自己来这个设想怎么写，自己设计这个字怎么安排，这个也很重要啊。所以说练字临帖是一个方面，把帖放开自己设想去写也是一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我觉得不能够偏废，不能够说只取一种。那么下边就人呢就问这个问题了，说我临帖，我临什么帖？常常有人来问我啊，你介绍我一个哪个帖好，我临着合适，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不妥当。每个人啊笔习惯啊是这个手，从生理到习惯个人有个人的不同，我一定说你必须临这一家的帖，或者你必须临那一家帖，这个事情是不妥当的。这个呢好比人的胃口，你去吃东西，有人啊喜欢吃这一个品种，有人喜欢吃那一个品种啊，那么这个呢是根据自己的胃口去挑选这个所吃的东西，我不能勉强你说你必须啊先吃这个后吃那个，这个你自己爱好哪一个笔法，哪一种风格，那你就写哪一种风格。现在这个书店啊卖这个画册呀碑帖这种的商店里头出版的东西很多了，我们比如到书部去看啊，他摆着许多帖，就好比这个回看他摆着这些个，这个看一看，我看看这个啊，再翻翻这个或这个，我个人我觉得哎，我觉得这个字这样的字我喜欢，我理解它，我爱好它啊，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写好，好具备这样一个先决条件，你就先拿这个来写。要不预备自己买，你可以到图书馆去瞧一瞧，那先翻一翻，翻瞧哪个好，我写的有兴趣，或者我自己理解的很透彻，或者说我对这个十分爱好，那我到书店买这一本帖来也可以。这样总之是自己先选择自己爱好、自己理解、自己能够写的。那么选择这个帖是先由自己来看，不能由旁人给他出主意。那么临帖呢也有许多的说法，有的人说你要既然选定这种帖，你就不要随便换，那你不要随便换，你就这个甚至于很长很长时间，有的人啊甚至于说我一辈子啊，我这一生就专写这一家，这一个办法并不是很好的办法。有的人认为先定了啊，比如像清朝末年有一个叫康有为，做了一本书叫《广义周双记》，他说古今各种的碑，他说每个半个月换一种，你每半个月就换一种，这个办法也不是个好办法。我正写他很觉得有一点道理了，我能够入门了，那么到了半个月了我还得换吗？这个总之是一种你写的觉得有道理了，写的能够入门了啊，深入下去了，那你就往下写，写着写着腻了，我实在不愿意写它了，那你就换一个，这个完全没有绝对的标准啊，应该是写多么长的时间。就是说选帖，有的人呢这个临帖是觉得说是必须从不管是练字啊是临帖呀，是随便写，或者是临古代某一家帖，
有的人说说非从小孩学起，说得小的时候嘛就练，一直练大了才行。有的人说我岁数大了，我小时候那段功夫没用，我还能学吗？我说这种写字呢，它不像这个练武功啊，你这个腿得踢得多高，腰得弯得多圆，这个呢你不从小孩练是不行的。写字没有关系，你这么大小孩让他卷起肘来勉强这么写，那看着很苦恼啊，没有多大的用处。并且小孩他还不认得这个字，他不认得这个字，他怎么能理解这个字，他又怎么能写好这个字呢？所以我觉得练字首先你先得认得这个字，懂得这个字的笔顺，理解这个字的趣味，那你再写才能行呢。我是这么一个想法。那么有人又问，说是啊，写字练这个临帖啊，练字是先临楷书好啊，是先临行书好，是先有的人上来就先写草书，甚至写狂草。这个问我说，你说什么应该先写什么？我说呢，在比较上来说最好是先写楷书。为什么？楷书啊是好比这个轨道的这个路线，那这个坐一个车，比如说城里边室内这个车，公共的车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又拐到哪个地方，这个车站那你必须站好了啊，必须走过了，必须走过了呢，然后啊你快也好慢也好啊，那么这个东西呢，你把站找准了，这个车走得快慢就是行书或楷书这个分别。那么例如说写个楷，这个是这个站啊，这个车经过的这个站。我要写楷，这不是楷吗？那么说我写行，它还是这几个站，这个字啊还是这个站。那么我怎么样呢？我这个行就是这样写，这就是行。那么你不管啊笔多么连带啊，我就是再快我也不让他啊错过应有的站。如果站错了，路过的站你没有站啊，假定这个东西我没有到这儿，这样子写你就不认得这是什么字了，
因为什么？你因为经过这个东西没让它过，这一点你短了，这点没有，那么这个东西你要不连起来啊，或者经过的要点没有停，没有经过那个地方，那这个字就虽是行书就不行了，是吧？这个草书也是这样子，比如这个书啊，就是我要写这个楷书，可是说我要写的潦草一些个，这个书字有这样写的啊，这样的写事实上是这一个点这个点就是这个点，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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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些个呢，这些个合起来就是这个啊，他把要点也都概括了，就成这样了。所以草书行书你要把这个要走的这个要点全经过，它才能好看。所以我觉得我们写楷书啊要灵活，有两句话，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楷书啊要当行书写，楷书啊要当它行书来写，它才能灵活连贯。楷书当行书写，行书当楷书写，这样子他才能够活。有人误解楷书啊，就觉得是一笔，只是一笔啊，就是完全摆在那儿死死的一笔一笔的写，这种写的楷书就没有顾盼。顾盼，楷书要有顾盼啊，啊，这一笔带过来，它是，你把这个擦去，这个地方，例如说。我们写一个三，这一笔啊，我们看见这一笔是这样下的，这一笔是这样下的，这一笔是这样下的，是不是？为什么这样子下呢？就是由于前一笔它带过来的，这个从这点带过来就成这样，这个从这儿带过来它就这样子，这个笔的这个姿势全从它的连贯得来的。我觉得啊，这个楷书要写得灵活，行书草书要写得准确，应有的要点必须经过。
有的人呢就问我说，我林铁怎么老不像啊？我回答他是，你永远也不能像啊，任何人某甲写的字某乙绝对林不像。因为什么？因为王羲之的儿子叫王献之，我们看见了王羲之写的字，王献之写的字，我们看见过，都不像。儿子和父亲，弟和兄，子和妹，这个多了啊，弟兄两个，他写的字也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他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古代的那些个墨迹，古代的人的法书拿来一看，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哪是仿造的，一看就看出来。因为啊，这个个人的手的力量啊，每个人全不一样。像签字，那签字，这个我们都知道，法律上啊要凭签字，说签字就算了，代表我个人，我签的字就是我承认的事情。为什么签字在法律上生效啊？法律上是依据这个签字，因为什么？就因为某甲写的字某乙仿不了。啊，所以临帖临的是什么？是学的是他的方法，学的是他的道理，不是学的他的死模样啊。专瞄他死样子，有时像了也不像，那是一看你是瞄的，而不是很自然的写的。所以吸取这个帖上头的啊最要紧的部分，学习他的方法，这是主要的，不是模拟帖上的面目。我觉得要是学字啊，练字，这几个地方啊，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么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呢，我最后啊跟大家谈一谈。有的人认为啊，说是我啊练字，我一天写一篇还不够，一天写十篇啊，我一天写的几十篇，我每天写多了啊，攒多了，我一天写十张，十天写100张，摞起来那么高啊。有的人，我有一个朋友，每天准临一个碑，临了多少年，从地下摞起来这么老高2摞。啊，都是他练的，用原书纸临的碑。结果我看了看呢，他上边写的不如下边落的那好，他越写越腻啊，写久了他也没有兴趣了，就每天跟自己呀，就是交代一个任务，我今天就写了字了，算完了。那么结果给人看呢，说你看看我写了多少字啊，这个证明他的功夫长，功夫大。其实呢，真正功夫好不好，在他写的准确不准确，写的好，写出来怎么样，不在他落起来只有多高啊。那么要紧呢，我认为练字啊，功夫那、啊、功夫，说这人有功夫没功夫，不是时间加数量啊，这个很要紧。我觉得啊，不是时间加数量，而是准确性的重复。是准确性的重复。那么今天写一笔很准，明天再写一笔还是这样准，练久了成为我自己所有的习惯，那拿过纸来我一写就是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比例、那个角度、那